因为大学学习不是很好吗？大学生活好，不是大学生活好啊，小姐，你不体验一下大学生活，你以后怎么跟你未来的孩子体就谈论你当时读书的时候呢？小姐，你的人生是有遗憾的呀，讲道理。我毕业了呀，我大专毕业就没有读大学了。哦，你大专的是吧？你大专是学什么专业的呀？我学会计的。哦，学会计。加你了，上来了。行，我拉你啊。你的拿手就是你比较拿手什么英雄啊？啊？嗯，风女吧。风女啊。会玩猫吗，小姐？会的。那这把你玩猫吧，我玩那个可以飞，咱俩可以飞的英雄来。嗯，有网恋过吗，小姐？没有。啊，没网恋过，那太可惜了。那你的人生是不美满的呀，以后你跟你未来的孩子说你都没有网恋过，对吧？那咋办呢？你看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，像查户口的一样，是不是想跟我网恋啊？你想多了呀，小姐姐，我这个人就是话痨，喜欢跟小姐姐聊聊天的，不然那个钱不白花了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实不相瞒，小姐姐，这样，其实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跟女孩子聊天了，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活的，那我能不讲话吗？啊？没事，那我多说点话。来，你体验加杯行吗？体验什么？就跟女孩子讲话呀。讲啥了？你不是说你平时都很少跟女的接触吗？是呀，咋了？所以我都跟你讲讲话，起码我是个女孩嘛。那确实，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寝室里面80%，不是，我学校里面80%都是男孩，懂不懂？本来有20%的机会跟女孩子聊聊天，但是女孩子长得一个个张牙舞爪的，有点吓人。咋办呢？听你这话加上你这个气质，你肯定是理工科的。你对了，小姐，其实我是在蓝翔学那个当厨师的，小姐。颠勺甩锅知道吧，我甩锅可厉害了，大家看好了啊，进游戏给你甩个锅。蓝翔？对，我在蓝翔学那个甩锅的，知道吗？厨师知不知道？听说你还那不是挖掘机吗？蓝翔还有颠勺的吗？那不是蓝翔，哦，那新东方记错了，小姐。哎呦，我把我的母校记错了呀，小姐，你不要。我就说嘛，厨师不是新东方嘛。哎呀啊，我在新东方学当厨师呢。母校都能记错吗？那咋办呢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正好没有猫怎么办？没猫啊，没猫无所谓，那就不玩猫嘛，问题不大，小姐。你想看什么？什么？我想看啥？玩风女吧。你玩最拿手的吧，小姐。我风女我就游走，我就往中路给你偷盾去。听说你们小姐姐都喜欢那种会厨艺的，所以说当初选的专业就是那种做菜的，到时候找女朋友也好找一点，是不是？你做菜？我不会做菜，我在学做菜啊，小姐姐。那你给多少女孩子做过菜啊？我没有跟女孩子说过话呀，我没有谈过恋爱，我第一次。比心上面有那种一次恋爱没有谈过的吗？你以后可以做菜给我吃。给你做菜给你吃。不会侮辱了你的才艺的。为什么要做菜给你吃？你又不是我女朋友，为什么给你吃啊？那不是试菜的吗？看一下你过不过关吗？那不行，我得把第一次给我的女朋友才行，小姐。那为什么女朋友才能吃你做的菜？以后我就是你的试菜员，我不管。我就要吃。我看你是想屁吃，小姐还食材员你。想你吃呢。你是干会计的呀？那你怎么毕业不去当会计呢？搁这当陪玩干啥呀？
啊，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啊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呢？家里让学的咋办呢？家里让学会计的呀，可以啊。嗯，我看你长得像，长得不像会计啊你。嗯嗯，长得不像会计。一般会计不都戴个眼镜吗？看起来可文质彬彬吗？你看起来好像那个。那我总不能拍照也戴眼镜吧？你看起来好像在。我近视呀，在那个四五百度。你四五百度，哇靠，这么高吗？我跟我差不多，小姨，我也四五百度。啊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会计了，但我爸妈都是注册会计师，就非要我学。哦，你父母也是干会计的，然后你也干会计。嗯，那你是会计之家呀，你是？对呀。那你以后找男朋友是不是也要找那种会计啊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不一定。你找过，我不喜欢会计，我估计不会找。你谈过几个会计？哦，谈过几个恋爱？谈过几个会计？啊？嗯。我没有谈过会计。你谈过几个恋爱，小姐？我看看看你那个，我现在一直搞不懂你咋桌子上有打火机呢？你小姐。嗯。反正全网无前任，有也不承认。那没事呀，小姐，咱俩不谈恋爱，咱俩就聊聊天嘛，谈恋爱很正常的呀，是不是？挺好的呀。嗯。嗯。你在成都是吧？嗯。你在重庆？你在重庆是吧？重庆。对。重庆。我刚才看你那个比心动态，你发的照片有点少，你能不能现在，咱俩刚才你让你等我，让我等这么长时间，你现在能不能此时此刻在你的比心动态发一张你的全身照、身材照，可不可以？现在吗？对呀，现在此时此刻在你的比心动态发一张你的身材照，可不可以？行吧。好。感谢我对你很失望送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老板啊，兄弟们，大家想看我审核蛮严格的，我之前发过一张没给我过，大家想看我跟这小姐聊一些什么话题发在弹幕里面啊，你发一下看一下，没事啊，我去看看。嗯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审核过吧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小心机器人啊，对面可能会打一集团，小心。没事，勾不到我，勾不到我。为什么不玩点正常的啊？他应该在说亚索，应该不是说我。我连我姐姐们都不给面子，你觉得你算什么？黑暗永驻。齐亚娜，中单。嗯，躺好。哎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，恶心人是吧？行，可以啊，别等我起来了啊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去搬你，不要慌。别急啊，打不过咱就跑一下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靠，这个逼这么烦吗？一级给我打残了，我靠。推线这么快啊！我日你哥！我亏一波兵，我靠！我有点亏。哎呦操！亏了四个兵，反正一边。他们居然针对你，等着，等会我帮你揍他。别怕，我马上就去，等我两级我就往中路跑。死了。哎呀，找个班上一下吧，nice、两级打不过一级，怎么这么帅啊？帅的啊、哦！还有谁？两级打不过一级，我靠！赶紧去找个班上一下吧，我去物理，现推了。老板，你是哪的呀？我是江浙沪这边的。江浙沪。啊。江浙沪那么大个地方。
我浙江的，杭州的。嗯，杭州是个好地方呀。杭州这边出帅哥，你不知道？杭州美女应该挺多的啊。杭州美女多吗？杭州美女不知道多不多，但是我只知道杭州，网红多。我经常去杭州，真的。你去杭州干啥？有机会那什么？网恋啊？玩呀！我有闺蜜在杭州，不是闺蜜、哦。真的假的？你闺蜜长得好看吗？蛮好看的。可以啊，有照片吗，小姐？有。你要干嘛？想跟他。咱都一个地方呢，到时候出去玩可以一起喊一起啊。嗯，你怎么一下子对我闺蜜有兴趣了呢？我不好吗？我不香吗？不要我闺蜜。你是重庆的、咱俩离挺远的呀。完了，这才刚开始，我感觉我就要绿了。现在去哪不都是一张机票的事情吗？哦，可以的。也是啊，你下次看你闺蜜的时候你可以过来啊，对吧？我靠，赵鑫变相蹭经验，可以。不讲武德，我溜了。不讲武德，变相蹭经验，可以。我一会儿就卖他。回家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你下路打得过吗，小姐姐？随便打，他们根本不敢出塔。不用回家，等个1200回家。你咋了？一直在打嗝。那吃饱了不打嗝？哦，你好厉害啊！搭山喝山。你三天之内必得小长期，捅捅。再捅，好起飞。你今天晚上吃的什么呀？我都还没吃饭呢。我晚上没吃，咋了？那你不是吃饱打嗝了吗？怎么个事儿？我刚才这一波被我的操作打嗝了。嗯。哦。自从我和你点兵。你现在之前不是不接陪玩吗？怎么现在接陪玩了？差钱了，缺钱了是不是？就最近都在家嘛，休息一段时间也没事做。哦，那你之前在干啥呀？之前啊。啊。就帮家里说一下那些，哎，反正就帮家里做算数嘛。我来了啊。看好我的位置啊！傻人马来了，我来了。快！没有来，我一点。我来了，看好我的位置可以吗？我来了。快！上！我没有状态，我一点状态没有。啊！人马。我上不了，我差点经验，我 double kill 了，能跑吗？没事，我救他。走，给他卖了，你不能死。我不能卖他，我不是卖的。他不敢上的，他上，哎，他六级了。嗯，别站起来哦，刚讲完。这你他妈不上头？打个问号。哎呀，不是厉害啊。这你干啥呀？马上你的打！我看你是癞蛤蟆是青蛙，长得像蝙蝠侠你！我癞蛤蟆是，我错了。癞蛤蟆跟青蛙不是一个品种吗？整黄了，小姐，脑袋里面。癞蛤蟆是天鹅。脑袋里面词太多了，整黄了。嗯。哦。哎，可以，好走位。你的风女玩的还可以啊，感觉。啊，嗯，我感觉你长得挺像疯女的。刚才看你照片，长得挺像疯女，多高啊，小姐？啊，哇，我1.7米。你1.7米呀？怎么现在小姐长都这么高呢？吃什么长大的？啊，
现在一般没有个子很矮的人吧？没有吧？亚洲男性的身高不是平均在1.68米左右吗？陷入两个残血，是不是？现在营养好，不像以前。赵鑫，你搁这当保安呢？你站着不动啊？望风是不是？我是你哥。你1.7米，长得又好看，不去当模特可惜了呀，小姐。当模特不够呀，当模特身材起码1.45米以上呀。当网模，就是网模，知道吗？网模不知道，就是那个淘宝模特，不知道吗？你说的不是正规的那种吗？那种算模特吧？我之前大专的时候做过那个车展的礼仪。哦，你干过车模是吧？应该不算模特，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面，模特是走 T 台的。哦，那不是。哦，你是车模是吧？车模太棒了。不是，是礼仪，不是车模。哦，礼仪模特。你懂不懂啊？对，我不懂呀。身高不够，1.75米以上才能做模特呀。没事啊。那你1.7米对外公布的话，就1.75米吗？那人家要量你身高的嘛。我操你个 DJ， 中单不见了啊！我现在这个装备可以秒杀这个中单，看好了，这一波他出来，我准备秒杀他了。哎，那你也太棒了吧！我来了，你是还在读书吗，老板？哦，我在读书啊，我现在还没毕业呢，现在我在新东方，搁这学厨艺，小姐。你住寝室吗？啊？你住寝室吗？啊，对，我住寝室。我寝室同学的话，现在在外面，就是上网。他们都出去了。你一个人在家蛮好的呀。不好呀！我今天好不容易星期天找个小姐姐语音一下。哇，这丫头卖我，他不大，他们都出去上网，你怎么不一起去啊？我干嘛一起去啊？我店小姐姐她不香吗？啊？我觉得你应该是被孤立了。哎，这谁顶得住呀？中单不见了，去上了。各单位注意。那我就先拿一血塔了，对不起。我猜你的室友肯定都出去谈恋爱了，你单身，你只能打游戏。我室友一个个长得歪瓜裂枣的，跟谁谈恋爱？跟你谈恋爱？人家天天都有夜生活，肯定是有呀。等一波，这一波咋支援？没有状态怎么支援呢？这位老哥。对面的话有护盾吗？好像没什么护盾。这把的话出一个收集者，钱太多，不需要状态可以。这个大学你好可怜啊。我想去兼职，小姐，我觉得我的生活费不够用，小姐。兼职？啊，我想去兼职，有什么好的工作可以推荐一下吗？那你做陪玩呗。陪玩不太适合我，小姐。为什么呢？陪玩的话，我这个……我教你怎么跟老板说话，咱慢慢学。我不干陪玩，毕竟我看，我不干陪玩。你这个声音其实就是蛮，就是女老板应该蛮喜欢的。你嘴巴甜一点没问题的。我嘴巴为什么要甜一点呢？我
我喜欢别人舔我，小姐，我不喜欢舔别人。我甜甜甜甜蜜蜜的甜。你不是现在能挣钱呀？关键是，我的卡瘾有点强，生活费不够。我操，好屌！对呀、啊，而且游戏打的还好，怎么的都能挣点零花钱啊，对不对？关键我长得还挺帅的，小姐，你说气人不？是吧？啊，那一边打游戏一边挣钱，不是蛮好的吗？你说气人不？嗯，不气人啊。嗯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溜了，回家一下。30秒变身，要么等一波吧。30秒，他骂了个 boss 的。哎，你这个技术，说实话啊、哦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为什么不想做？蛮好的，真的可好玩了。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有点缺生活费的话，你看嘛，因为你是学生嘛，学生的话平时要学习啊什么的，然后做别的好像就不是很方便，我觉得做陪玩不会耽误学习，就你有空的时候挣点零花钱。咋了小姨？就不接单。咋了小姨？咋了、啊，我讲这么多你刚刚没在啊？我不在啊，我上了个洗手间。哎呦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做陪玩、啊、因为你毕竟是个学生嘛，我觉得要学习啊什么的，做陪玩不耽误学习，还能挣零花钱。哦，陪玩、哦、陪玩不都是男的点吗？我跟男的有啥好聊的？有女孩呀，肯定有的呀。有女孩？哎呀，蛮多的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女孩为什么要点陪玩呢？嗯，就可能感觉不一样吧。你咋这么难带呢？带的这么深是不是？我给你头给你打歪。青钢鱼，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什么叫秒杀？你他丫的想屁吃，小伙子！对呀、啊，嗯，问题不大，小姐。安吉错杀人输了，啊呜！超级的，什么团灭是啥意思？我的队友这么狠吗？这亚索五个，这亚索这么狠吗？投降！我操！我是你的哥、嗯、这么投降是什么意思、so、投降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游戏体验有点差，讲道理。那小姐可能是、行，小姐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可以吗？好、啊、嗯，来进来，来兄弟们，大家喜欢这个小姐吗、嗯、喜欢的朋友扣个一，4799-2374，给大家涨一波粉，好吧？动动你们性感的小手啊，就是打开比心，花个10秒钟搜一下 ID， 关注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你们的一波关注呢，可能对于你个人来说，可能说微乎其微，但是对于比心小姐姐和我来说，就等于说是送了一个火箭一样，兄弟们，大家帮忙关注一下。我加你了，我同意一下啊。你平时的话就是喜欢拍什么类型的照片啊，小姐？啊，我比较喜欢拍大头贴，因为我觉得我五官长得还行。哦，你的你身材怎么样，小姐？我觉得我1.7米的个子，105斤还好吧？你都105斤了，我看你这个脸长得不像105，你肉长哪了，小姐？
那肯定讲该讲的地方了、啊、那你能给我发张你的照片吗？发几张那种有女人味的可不可以啊？有女人味的、嗯、对，有女人味的照片给我发一下我看看。嗯，行，就那种比较性感的有没有？嗯，看看啊。嗯，有时候点昨天那个小姐死了会叫，这么骚气吗？那我让这个小姐死了叫一下、哎、呀可不可以啊？那不有点低俗了，作为一个全抖鱼比较有正能量的一个主播，咱搞这种低俗的怕是不太好，兄弟们。嗯，大家记得帮忙点个关注啥的啊，关注一下。穿个衣小姐、嗯、你就发一张啊。啊，再找啊。因为没有人给我拍照，平时都是就是自己拍。我看你胸上有个纹身吗？你纹的是啥呀？啊，牵牛花。牵牛花呀？你你纹身师，你让纹身师纹你这个地方不会有点尴尬吗？啊，嗯，不会啊。为什么不会啊？男的看着不尴尬呀？啊，那我为什么那种地方要给什么看呢？哦，嗯，能让我看看你的纹身吗，小姐姐？啊，你不好吧？咋不好呢？你把老板当外人了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大跑腿、大白腿？嗯，哎，其实我那个也不是说，哎，怎么说？这个纹身对我有不一样的意义。然后特地找的女的嘛，女的纹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吧，就是自己喜欢。然后，哎，小姐平时抽什么烟呢？哦、啊？哇，我不抽烟。你猜我的桌子上有什么？你再说的话，我不抽烟，就要给你吃你最喜欢吃的大嘴巴子了，小姐姐。我不喜欢吃大嘴巴子。要么抽根华子吧，小姐姐，看你挺缺华子的，抽一个吗？真不抽。真不抽啊？啊？你看你那个照片，那么大一个烟和打火机，你不抽烟，我靠，那谁抽啊？你男朋友抽烟呢？啊？啊？你说是那个腿的那个吗？啊，那个是在我闺蜜家，就背景都不一样。我现在在我自己家，那个照片是在我闺蜜家。哦，这么真实。嗯，你闺蜜抽烟呢？嗯，在抽。那挺好的，抽什么烟啊？你闺蜜啊？啊？不知道，我不认识她。那你反正好像，嗯。那行，我就相信，我再相信你一回吧，小姐姐。你这个能再给我发张带脸的吗？我都没看到你脸长啥样。